OK， 还是要撩一点，要不然就太，我总是轻描淡写，就是太狠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可以再松一点，你现在还是太顶着来了，第一句就这么顶着来。就是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你的歌唱表情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我只能对牛胆怯，你这样是不对的。就这首歌给人的画面，你一定是昂着头唱的，就不是一个就是刚刚失恋之后，然后又丢了5000多万，准备一个人，就是那个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双重打击之后，我轻声不对，这样肯定不对。你要是嘴角是上扬着唱的，起码我不说的你，你就傻，不说你傻开心吧，起码你得是甜的在唱的，好吧？不要憋着唱。就是怎么说呢？就小，其实这首歌不难，一点都不难。什么叫情绪？就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在那儿，你喜欢她，这个就叫情绪。不是说我不喜欢她，你给她唱首情歌吧。好好好了，我来表演一下，假的没有用。如果你真的有情绪，你唱进去了，你自然就会流露出来，你的情绪才会被你激发出来，而不是说我去做一个做作的情绪。你一定要随时随地就直接进到那首歌里面，就一下让别人感觉到，哦，这个人，我的妈呀，就唱到我心里了。对，就这个是真正的情绪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